书法班的作品，我们就过去龙泉看。来这边，这是我们教会写给学生要写的一些纸张，这是隶书，这是行书行草。是我们的日托班的他们的作品呢，就是我刚有提到里面有很多是失智的人，然后他们就地取材，好像这个就是汤匙，汤匙做的，汤匙做出来的，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弄那个四色牌把它折起来，让它能够站立起来，那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的手那个触感，训练他们的触感跟那个反应的能力，还有刺激他们的创作能力。所以这是让他们自己去想象，自己对，没有错，让他们去想象，自己去创作出来。那我们是在旁边，只是引导他们。所以这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画。对，没有错。对呀、啊，然后他们自己去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里面是一个气球，会不会气会被消掉？那个气球到一般的情况下，把那个气球带走，只是把它固定。对，只是固定而已。然后等它这个它上了色彩以后，这个干的把气球抽出来，好聪明，对，好聪明哦。对，这是我们日托班的作品。那这个完全是他们自己那个用黏土所捏出来的。我每次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觉得说，哦，原来我是这么年轻。虽然我年纪七八十岁、九十一岁，可是我还是有价值。好，我们继续。不要说非常难得来到我们社区给我们鼓励打气，他特别关心我们长青的长辈，知道我们长青长辈就是我们教会的大家长，来自欢迎池。大家平安。平安。今天下午我们非常高兴，我代表福气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顺利的推展。再次的谢谢大家啊！愿上帝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这个韩国的团体算什么啊？对不对？我们这边的团体最威猛啊！这个道具也是自己做的哈、啊，所以你看他们在上课当中把那道具变成是他们可以表演的哦、啊。所以好，搞清楚方位了哈、啊，那边是东方。西方、北方，好，知道了，船要准备开航了，船啊！这个船，90岁，两个加起来180岁。还要再打。
找到信心，找到欢喜，找到照顾，找到福气。愈来愈大，啊，所以讲今仔咱看到，我看蔡英文主席，咱未来要参与这个总统的选举，蔡英文主席来甲咱福气教会，看到咱福气教会对老人照顾的关怀据点，福气教会在咱杨牧师的领导之下。福气教会做甲是咱高雄第一名，做甲上好。好嘞，哎，我今天做甲好了，哇，太精彩了！感谢陈太，所以我想，我们期待我们蔡主席的老人长期照顾政策，照顾老人。国家要成功，真的开了眼界，这里真的很厉害，不会马老的，真的很厉害耶。对啊，我应该去台北开会。咱若讲什么政策，讲什么怎样台北，因为阮高雄安怎哦，阮高雄做到什么款，阮做做何一款，你来阮高雄看卖一下哦，我是臭鬼耶。咱的关怀据点是安怎咧创的吼？咧高雄是安怎咧创的？真的很厉害，真的。咱的市长希望臭屁是有理由。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国家虽然讲咱对咱的中央政府有一寡失望吼，但是咱的地方政府也好，还是咱的民间也好，是活力十足。咱的台湾真正的希望就在大家身上。2000年到2018年，这帮的进程，这个一直都是我们重要的计划。尤其是2006年，我们有做了一个计划叫“十年长照”，意思的是说，我们要在十年之间把全台湾，以社区为基础，诶，照顾老人，诶，全部都赶走起来。不过2008年我们没有继续执政，啊，今麦进入了我们继续做，啊，今麦。就是林进栋要再回去执政，啊，阮还阁会记得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是咱施政的最优先的项目。因为咱即马去民间，安尼去问吼，问讲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你最希望政府帮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三行代志。第一行，食安问题要帮我做好了，哦。第一行就是教活的，哦，人照顾的，哦。那第三行，我少年人吼的住宅问题来处理。所以，咱的台湾人几乎都有共识，这三件事情最重要。哦、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讲，咱的老人照顾的系统，哦、我们有一个十年长照2.0版，有艺术的说，我们从明年如果我们执政，我们加速的建构台湾全台湾的老人照顾系统，哦、而且是以社区为主的老人照顾系统。啊，这姊妹们都会来。现在民进党的做法来说，那是政府要负担400亿，但政府先用咱的指定税收，按用咱的政府的预算先来支应，咱先做好起来，哦，啊，钱无够，咱该来想办法，不要还没有做就先跟人家收一大堆钱，哦，这是一个持家的一个心态，你可以讲钱收收啊，啊，代志慢慢做，你可以啦，吼。我们先把事情做好，我们再想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源，我们再来想办法。所以咱的计划是一年投入大概330亿到400亿，我们要加速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把专台湾的老人照顾的系统做好。啊，台柱，我们在参加这个原住民的后援会哈，我伫山顶去看足侪咱的原住民部落，给我们原住民部落的长老也说，我们也要老人照顾。原住民的部落也是要老人照顾，而且他们希望在自己的部落里面被照顾，他不要被送到好远的安养院去，也到安养院去，还是在厝的请一个外劳，安尼蛮可怜，家己照顾，这个都不是品质很好的照顾。最好的品质的照顾是咱给你管的，哎，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有志工、有牧师，啊，跟我咱足侪，哎，社区里面共同关怀。咱的老人的啦，大家共同一起来，这才是有品质的照顾的，哦，所以，咱的照顾体系不是跟咱一样的呀嘞，好，哦，咱的照顾体系作为成功，一定是人啦，啊，哦，一定是社区的人大概一起要来做这个事情，
一起来互相帮忙才做得起来。安娜博政府就要花很多钱，而且品质不好，那个就不是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台湾要的老人照顾系。所以我给你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怀疑，我问说，如果社区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应该来奉献一点，我们照顾别人家的老人，那有一天我们家的老人也有人会来照顾。那我们老的时候也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现在照顾老人家，这种社区互助的观念，就是一个现代国家进步的城市老人照顾最重要的因素。好，我们在看哈，咱国有这第一名，这个咱的互助的需求，需要的政府的协助，我们透过地方政府一起来做，而所需要的社工人员，我们也会加速的来训练。更重要的是长照的服务人员，这些咱社会来的比较少，很多咱看到站长那样子很有专业的这样子做，那我们希望更多像站长那样有专业的人来带领这个老人照顾的关怀机能，所以咱的长照服务员诶，这个训练要加速啊。长照服务员其实也让我们社区的妈妈们啊，或者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做。因为这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职业，所以弯马一把工，我们对于长照服务人员的训练可以加速，我大概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工作的可能性。所以这些跟林金栋希望在给台湾做的事情，上一次执政来不及做，下一次执政我们加速来做，来跟会员们。另外一个问题哦。现在民进党之前有13个县市了，民进党人的想法都差不多一样，我们所有的执政县可以来跟我们民进一起来拔牙，把我们这个长照体系做得最快最好。我们期待说当正式这个开始启动的时候的一年跑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高雄市的，你好不好？